中国之声此时此刻，我是此刻主播庞莹。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，在美国新冠肺炎死亡人数跨越200,000大关之际，美国已经不再限于具体的某几个疫情中心，所以我们待在室内，疫情的蔓延可能会超过的高峰时期。目前美国平均每天有大约800多人死于新冠肺炎，远高于多数。尽管新增病例较七月峰值下降了大约50%，但是美国平均每日近40,000例的新增幅度在发达国家中是最高的。专家安东尼·福奇表示，他希望在10月份的流感季节来临之前，美国的单日新增病例数能回落到10,000例以下。福奇日前警示，不要低估这种大流行感染的任何可能性，不要过于乐观。再来了解其他方面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今天表示，自7月初爆发的第三波疫情已经持续缓和，但为避免疫情反弹，特区政府已经决定将所有社交距离措施顺延一周，在防止输入病例方面希望做到滴水不漏。在今天在青岛举行的2020东亚海洋文化和旅游发展论坛上，东亚海洋城市文旅发展指数报告2020正式发布。该指数报告预判国际旅游有望在明年下半年恢复，结果显示2019年东亚海洋城市文旅发展指数前十位依次是东京、新加坡、大阪、曼谷、上海、釜山、广州、厦。欧联通讯社21号报道，欧盟7月间通过7500亿欧元纾困方案，以资助受到新冠疫情严重冲击的欧洲国家，其中包括意大利。但近日有分析指出，鉴于意大利以往运用资助款项缺乏效率，再加上早已债台高筑，新的纾困金不但可能难以提振意大利遭受重创的经济，更有可能助长意大利债务危机的风险。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蓝色山洪灾害预警，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，西藏东南部、四川南部、云南西部和东南部、广西西部的一地可能发生灾害，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间防区预警和情况。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。先先说，到的是今天事儿哈，是经济局教育部联手